你好，雪碧堡咖啡。哎，沈总。哎，我到机场了。三份合同的章我都盖好了。好嘞，好嘞。哎，好，再见。你好。谢谢。哎。谢谢。面向我。手表。外套脱一下。哎，沈总。转身。哎，对，我过安检呢。应该是准点，好，再见。先生，您的鞋要过一下机器。不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怎么这么麻烦啊？快快快！麻烦你快点，这现在叫的是我。是，请您配合我们工作。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啊。他需要做进一步检查。进一步检查。疯了吧！您等一下，我什么都没有，你怎么检查？麻烦你配合我们工作。我怎么配合？你配合配合！我现在叫的是我一周就一班。您安检没通过是不能上飞机的，先生。我已经很配合你了。你给我站住！你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先生，稍等。前往榆林的高原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CA909 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速到3号登机口登机，谢谢。前往榆林的高原旅客请注意，您乘客的。实在是对不起，是我们搞错了。跟我说对不起，你们当我航班就负得了责吗？您想想，相信我，相信我。探测器坏了，这是你们的责任。石小林是吧？我记住你了。哎。我是榆林的飞机，哎，登机牌给你。哎，干嘛我上飞机啊？我来不及了。为什么？哎，你
飞机没走啊！没走也不行啊！来来去，哎，飞机没走，我为什么不能上飞机啊？这是规定，你们这是什么规定？你们这是规定，您冷静好吗？我他妈没法冷静。对不起，对不起，管用吗？真的对不起。你还跟我说对不起？三年我就白费了，你明白吗？对不起，请别妨碍我的工作。我还就妨碍了？你干嘛？干嘛？你出干嘛？你出干嘛？石小林，我告诉你，你回我，你明白没？该怎么处理？你倒是说呀！再说了，这件事儿我没错啊。急什么呀？我能不着急吗？我还得赶飞机呢。小周，给他倒杯水。我不喝了，谢谢。在机场砸东西，我想想什么行为？你这是妨碍公共交通。警察同志，想想怎么赔吧。这本来就是坏的，再说了，我飞机也误了，谁赔我？高远，走吧，我带你去改签。这边。哎，你慢点。谢谢。下一班飞西安的飞机几点啊？哎，我飞西安干嘛呀？我去榆林。去西安已经满舱了。飞榆林的飞机一周只有一班。你知道啊？你先飞西安行吗？再坐长途车，今天也能到榆林。帮帮忙吧，给加个候补。你们先等会儿吧。高远，身份证。谢谢啊。怎么了？你怎么知道我叫高远啊？你今天在机场是个名人。哎，有票了，走了。对不起啊，我今天态度不好，实在太着急了。别说了，快走吧，别又赶不上飞机。好嘞。飞往西安的 CA916航班。
由于天气问题，飞机无法正常起飞，对此我们感到抱歉。希望大家现在可以在此耐心的等候。如果有什么最新消息的话，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给大家，请大家理解。前往西安的旅客请注意，我们抱歉的通知您乘坐的 CA916次航班由于航路天气不够飞行标准，不能按时起飞，起飞时间待定。我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啊？急也没用，先吃饭吧。谢谢。没加糖，也没加奶。我平时也这么吃。猜的对吧？嗯。你不相信啊？信啊。真的，我想猜什么都能猜到。好。你是石油公司的。你从哪儿看出来的？我都说了不是看的，是用心猜的。那我是哪儿人啊？东北人，吉林人，长春的。我觉得我没口音吧？没啊。还猜吗？啊。你现在是单身，没有女朋友。我抽根烟去。这是我的打火机啊，我打火机怎么在你那儿啊？你送我的。哎，这是我女朋友送我的打火机，怎么会在你这儿？刚才吃饭的时候你说那些不是猜的，对不对？石小林，你给我站住！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认识我吗？我不认识你，但我见过你上百次了。三年前，你第一次来机场，我就见过你。那个时候你笨笨的，连超大的行李都要带上飞机。两年前，你送女朋友出国。那天你哭得像个孩子似的。大概一年前，你喝多了过安检，
倚着安检门怎么都不肯走。是你同事把你拉走的。鱼鳞发现了油气田 CA909 飞鱼鳞。三年来每周二你都来机场，你的身份证头次位是2201，你是吉林长春人。那打火机呢？那天你喝多了，在你身上检出这个打火机，我说我可以替你保管，你说不要了，送给你。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转身。今天这一切，是你故意安排的吗？三年来，每周二你来机场。这儿有16条通道，我有1/16的机会看见你。以前我总是想，早晚有一天我会认识你的。好了，走吧。三年前你第一次来机场我就见过你，那个时候你笨笨的，连超大的行李都要带上飞机。2年前你送女朋友出国，那天你哭得像个孩子似的。大概1年前你喝多了过安检，倚着安检门怎么都不肯走，是你同事把你拉走的。
红为什么是弧形？你们在同一时间看到的彩虹是同一个吗？云层和水流为什么用偏微方程来描述？闪电和高斯定理又有什么关系呢？是牛顿引力发现了海王星，科学家不是通过望远镜，而是用笔和纸计算出来的。向日葵和海螺为什么会展现出黄金分割和斐波那契数列？哎，数学家怎么没来接你啊？啊，嗨，我刚想起来，他今天有课，咱打车走吧。走。数是万物之源，数学是我们探究未知的钥匙。所有那些我们认为无比美妙、无比神秘的创造，在逻辑里都可以找到解释。这个奇迹的世界，遵从的就是数学原理。说学数学的人不浪漫，王勇就是我见过最浪漫的人。我们在大学相识，一毕业就结婚了。他热爱数学，同样迷恋我。和他在一起，每一天都是崭新的。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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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叔叔阿姨看你来了，多好玩啊！你什么时候要啊？生孩子得趁早。我到这儿来。
边来。睡得真香啊！太好玩了。你知道吗？女人的一生当中只会排400颗卵子，你多大了？抱抱他。来吧，试试。宝贝，给阿姨抱抱。哦，阿姨抱抱。哎，这只手托着我们的小屁屁。哎，对，对。没事没事，没事，让阿姨抱抱，让阿姨抱抱。嗯，手多香。嗯，怎么了？一生只有400颗卵子，我来一次例假我就浪费一颗，来了21年了。你还有148颗，宝贝儿。哎，讨厌，泡沫。躺下。坐。抽烟。喝酒。熬夜了吧？打开。脱了。多大了？33。想要宝宝？想啊。想要一个健康宝宝？想啊。那就先把身体搞上去吧，用最强壮的身体抓住最好的时机，才能孕育出一个最优秀的宝宝。的形状就像小蝌蚪，而卵子就像美丽的星球。卵子的寿命只有24小时，精子们奋力游动，速度最快的那颗将会和卵子相遇。用最强壮的身体抓住最好的时机，才能孕育出最优秀的宝宝。从这一天起，我和王勇的宝贝计划就拉开了大幕，新的生活开始了。这个好，这个呢？柴鸡蛋。现在要吃全麦的。小米。糙米。怎么啦，老公？我这个月快把海带给吃吐了。海带的含碘量最高。一定是最优秀的，加油！我还缺什么？叶酸。这么长时间了。
3个月的身体训练终于结束了。今天我们的宝贝计划要进入实质阶段。喂，王勇，你想不想我啊？时间到了，咱们回家去。稍等，老公，谢谢。今年秋粮丰收在望，在克服了天气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粮食主产区的农民享受着科技种田的喜悦。怎么了？哎呀，没事儿。当初我们家凤梅啊也是这样的，得有个适应期。看球。问你呢，怎么样了？我祝你成功啊！啊！这么早干嘛去啊？我要迟到了。哎呀，快点，早上收的女高。哎，别闹。哎呀，一个月就这么三天，连反应都没有啊！那配合一下嘛。行啊！你干嘛呀你？这有意思吗？啊，好玩吗？这不是科学吗？什么科学？狗屁科学！哦，这科学就这一屋子的图表啊！啊，我他妈就是搞科学的，我又不是种马。王勇，你太自私了。我自私？啊，我怎么自私了？你只考虑你自己，你考虑过宝宝的质量吗？我怎么没考虑过？啊，就靠这些东西就能保证质量？啊，可能吗？啊？我是说这方法不行。我看出来了，不是方法不行，是你不行。谁不行？你呀。
问题啊？没问题。听见没有？我没问题。那你生理没问题，那就是心理问题。你凭什么说我有问题啊？就是你的问题啊！你才有问题呢！姐，我都检查过了，有什么问题？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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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问题。你们应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啊！科学生育那肯定是没错的，坚持住，努力，努力。好了好了，你先出去。迂回一下，迂回，懂吗？
每天看着漂亮宝宝，生出来的宝宝也是漂亮的，喜欢吗？好了，为什么用了这么多的方法，还是怀不上宝宝？问题在于，我们根本没有抓住关键点。你想想，几亿颗的精子，一颗卵子，24小时，如何保障是最强壮的那颗在最佳时机进入卵子？这是一道最难的数学题。这是我以阿基诺法和体温法为基础发明出来的一套完全针对我们两个身体状况的科学公式。我已经算出来每个月受孕的最佳时机，只有一次，精确到小时。所以，老婆，我们放轻松，只需等待。老公，你真棒！新一轮的宝贝计划又开始了，这回是我听王勇的。我们已经睡了一个月客厅了，不知道王勇在楼上搞什么。他说，一定要放轻松。我只需要等待。哎，这是我根据重力加速度独创的引力床，怎么样？体验一下。时机很重要，角度更重要。怎么回事？抓住扶手！怎么弄的？伤成这样。你说。好了，我再好好改进一下。没事。别理我。雪莲，雪莲，雪莲，雪莲。
数学是什么？通过计算，我们探究世界；通过逻辑，我们推断真理。我们发现起因，追寻结果。那些意料之外的，才会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车停哪儿了？这里是我经过的地方，这里。嗯哼，这也有。真的吗？还有哪里？还有。啊！这里。你别闹了，你呀、啊！回家了。绿灯，绿灯。救人！救人！有人吗？救人啊！醒了，万幸。医生说你只是轻度脑震荡。哎，我给你带了几件干净的衣服。嗯，还在抢救中。病人的情况不太乐观，他的脑部神经受损比较严重，所以目前还不能够肯定能不能醒过来。你们是家属吗？同事。那尽快找到他的家人吧。好。他太太在哪？在美国。
怎么会那么多菜？昨天是结婚纪念日，你忘了？你先去休息，我来收拾。嗯。这次车祸主要是由信号灯的故障引起的，是东西向的绿灯延迟了五秒钟。五秒钟？为什么？像这种故障很少出现，是个意外。怎么了？这车撞太狠了，得请修一阵儿。Thank you.
醒了？睡不着。你也还不睡？我赶个程序。我炖了汤，来喝汤。好喝吗？好喝。锅里还有。嗯。再帮你盛一碗。放心吧，王耀他会没事的啊。你少抽点烟吧。嗯。不要太晚了。嗯。这个是悄悄话。好吃吗？好吃啊。对不起啊，之前一直没有好好照顾你。你生过气吗？嗯。
谢谢。应该的。程序。周云山，你就是这个样子哈。白天电脑，晚上电脑，里面到底有什么？站住！站住！怎么了？你根本不需要我。我很需要你，很需要你。我真的很辛苦，我是纳兰，王耀的妻子。
新娘今天穿了一双，我们会相爱一辈子。再说一遍，我们会相爱一辈子。她会是一个很好的太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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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悄悄话，以后你才能看。周云山，根据检测报告，你们汽车的副座气囊没有打开，是人为破坏。
这起车祸你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吗？嘉欣，你怎么还不换衣服呀？你看你这个样子，真是不想再看见你。快点，快点！上车吧。生气呢？你连我们养老钱你都偷，你还是个人吗？叔叔，不是，嘉欣真的戒了，叔叔。就是孩子好不容易回来了，你干嘛呀？嘉欣。Thank you.
梦了。我活不了了。别瞎说。别管我。还有比赛要打呢。是我们还有比赛要打。队里开除了，掉不了了。来，躺下。转起来，转起来，喂，收起来，收起来，把背背注意背的方向，背打背的方向，小背找眼角，节奏，快背。这个样子怎么能打比赛？不好好训练，谁也别想参加比赛。吃我们带饭。刘远强，过来。坐下。嘉欣是不是回来了？我已经给你安排了新搭档。嘉欣还能跳呢。不要浪费你的前途，是吧？嘉欣，嘉欣。我有一天，你也不要我了。不会。快点。这是黄卷，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别管那么多，抓紧练习。哎，教练，我有搭档啊。嘉欣啊，他不能跳了。他戒毒了，你就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吗？周海强，你是个运动员，
心，嘉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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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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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欣。你是想不要我吗？你怕吗？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跳伞的时候吗？
当时我在飞机上都吓哭了。你说，别怕。山高1800米，500米开伞。你有25秒做决定。